龙，你女朋友开车好怪呀、啊，忙。他开车，龙刚才卡嘛停旁边嘎卸货，这块是叶卡捷琳堡最大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，最大就是整个叶卡所有的水果都在这里面批发啊。不亮吗？不亮吗？不是该卡嘛？该接个单。我龙倒的是血吗？倒的都是血，这倒的都是血。家人们，咱把红心没点，咱点一点啊，毕竟遗传老登啊。那对呀、啊，那是老登的千金呢。咱就把这个小红心赵公平，咱们点一点。把文龙这个下方小黄车混合糖，兄弟们啊，拍一发两斤的真正的俄罗斯的好吃的糖果，二斤的混合糖非常好吃啊，兄弟们，咱没上刺刀，咱也拍了一单啊。龙，你怎么没给你爸妈视频呢？难道你不跟父母联系吗？这个叫老蒋的啊。首先，那去新的地方的。首先说，我直播的时候啊，你跟我这个父母老铁联系是肯定是不存在的啊。当我联系的时候，你肯定看不着啊。再一个，男孩老铁在外，有时候确实儿大不由娘，这个不像女孩老铁老总惦记家。有时候跟父母老铁联系，可能三天四五天都不发一个信息，这是实话、啊。咱直播间可能不光文龙这样式的，我相信咱们直播间很多有的小的应该也都这样。男孩还是比较粗心，有时候本身就三个小时时差啊。那我睡醒老铁们，有时候中午10点、11点、12点了，国内时间老铁或者是发展的地方，等我中午老铁们1、2点钟、2、3点钟的，对吧？等那啥文龙忙完了、哎、家里面老铁也就吃饭了，我也就直播了，是富人的六39.8的啊、哦、拍一发两斤真正俄罗斯好吃的糖果，100多款的糖，龙给你们筛选出这20款来，这20款的糖，哥哥姐姐们，20款的糖没有一款是次糖，都是40-50块钱一斤的啊，嘎嘎好吃，俄罗斯高端好吃的糖果混合糖。哎呀，这铲车，我操，吓我一跳啊，吓我一跳，我操啊，这个大铲车老铁们吓我一跳，差点没给他铲了啊，也就差一丢丢，兄弟，我估计把皮把不立着的亮档。我操，这个铲车老铁离那小粗车可近可近的了，我操，完了武器没开走啊，拿去修去了，修完了但是有点色差，再重新喷一遍，亮吗？不亮吗？我能看看你撞的美女长什么样，我留联系他方式了，但是我没有他那个旧有的网那个软件，我得到时候能给你们看一下的啊。да, 你们故事到接了几遍吧，告诉我不用去这这злой。ты не злой, нормально лучше показал. ты когда надо, показываешь, когда не надо. 龙还懂色差，修过车吗？不是说龙懂色差，是右眼能看得出来的。下次我就去那里吧。对我这心里敬个意就是，你确实对。我希望你以后跟爸妈的视频，也没见过你父母，肯定很优秀啊。行行行，以后的，等我结婚的时候啊。那我父母我不联系，也谁联系啊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又给我的。嗯，我都玩多少年了，啥不懂。啊，来兄弟们，咱把这个混合糖没拍老铁，咱也拍了一单啊，天花板级别的，拍一发两斤啊，真正好吃的糖果，不能这么快就好。咱中国人干活快啊，手艺还高，中国人搁这块干的修配厂啊，就叶卡这地方咱可以看一下的，都是精明的小伙子在这边干活啊。咱直播间有没有会修车的？马上到了啊，那个老蒋闲的嘛，我也感觉也闲的、啊、你要说我刚好哥们啥连一连，你要我说还行，跟父母这把还用说吗？这一天我也不是生活八道人啊，这道他妈也就得570的俄罗斯这破道，别的道都不行。你看这里面，你看这当院的兄弟们，这坑坑巴巴的，瞅瞅，这车，别车都干刮底盘，瞅瞅，哎呦我去！这现在这么坑坑摸似的，人家，哟，这道赶他们越野了啊！龙为什么天天下雪呀？西伯利亚，西伯利亚的寒流你们了解一下，那必须天天下雪呀！你不下雪叫俄罗斯吗？啊，那俄罗斯为什么能有今天？俄罗斯为什么能打胜仗？那都跟雪有一定的关系。咱直播间粉丝观众说的对话，公屏能打对啊，那不下大雪俄罗斯能有今天，早就兄弟他早就姓德了，呵呵，早就姓德了啊，那就不姓俄了，姓德了，呵呵啊，调漆好的没有色差，瞅眼嘛，咱看看什么情况。战斗民族39.8啊、哦、拍一发两斤的好吃的糖果啊，二斤俄罗斯混合的，兄弟们啊，没上刺刀咱就拍了一单，把个袋子也洗不洗，我洗得硬，我洗好 ，OK， stop， OK， 电脑调，这是咱中国人老铁们，这是吧？哎呦，这个大雪，
你看，你看这雪，兄弟们，风格，这是纯典型油的开车风格，轮胎必须给你焊死。油的开车，兄弟们，永远都是给你焊死啊！这块就这块位置，我当时刮哪儿的，兄弟们，这位置抛光，万幸大灯没给我干碎了，让那小姑娘大灯给我干碎废废了。现在就这个位置底下喷完了，现在就底下稍微有点小色差，看着吗？能不能感觉到你们原厂漆底下是新喷的？咱把那个混合糖，那拍的兄弟们，咱也拍了一单，天花板级别的。我还有几位咱们在屋，这小屋卡不卡？搁屋呢没？搁屋呢。姐夫，哎呀，那我就扔这得了呗。我操，太搞笑，又给你折腾回来。没事，咱自己家人。我今天晚上扔这，明天中午去帮下午取走呗。不是。这个好像得后天求，我说咋的？这个就是因为我太着急了，所以他漆就没调好啊。那没事，没事。正常来说白珠光，这是白珠光的车啊。就所有的漆型当中，白珠光是最难调，最难调的。它正常得要三天时间。行，我说我这个车着急，自己。那没事，没事，不着急，你让都给我好好喷吧，这回。行行，我直播呢。啊，直播呢。那我这找他们过来瞅一眼，参加这小规模，我说得多少个咱中国人现在？我二十多个人吧，现在二十来个，都是后期上来的还是年前？就是疫情之前，之前也有，疫情之后也有啊。疫情之后还往那干人呢啊，是，真挺大，就是直播间有很多的干汽修的也想来俄罗斯。对、啊，这老板兄弟们，这是我姐夫，这老板，4488刚才不要钱，干飞不要钱。那姐夫把这车扔这得了，白珠光难调，这真有懂的。啊、嗯，白珠光难调，他这个毛调机得用三天时间啊、嗯，他还不是搁咱家调的，搁毛那调的呢啊。那行，姐夫放着吧，放着。他这个到时候还用拆去了吗？不用拆了吧，就直接就刮往上上就完事了，是吧？那行，我让他订车，完了我俩回去把这个扔这，我是不是得扔这啊？扔这，得扔这是吧？那停哪？停这就行了。往这停着是吧？啊，有了，往前停。有了，这咋关了呢？这虎娘们，给你试了试一下，也把干嘴几杯普利西大姆纳，过去，大姆斯大姐。那我跟毛都过不了，妥了，别堵门就行。完了，又没车呀？你说我没车，有小姨小车，反正我不着急，我也不用。啊，咱们哥哥拉斯西进变多万米弄，咱干这边得个 C。那行，天天就是反正冬天活也多哈。我寻思我整完之后，我寻思我自己修吧。那个那小姑娘傻眼了。一脑瓜，我说他说我第一回没刮过这么好车，那肯定是我傻眼啊！我说那个下来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没事儿，我说你看看，我要走保险划分责任，他也都承认了。完了，保险公司意思就是走交警嘛，交警意思他全责得报。我先拉倒吧，停！我出来给小姑娘喊，我说你看有没有钱？我说你给我拿点，我自己修也行。我这一套原厂套件不得六十万卢布吗？对。然后我说那个不行，我说你给我拿不用，我的意思我说你不用我拿那个。60了，我说你给我拿就是10万卢布也行，就是我说我自己修，没有一分钱没有。他妈，我一来气，我说你走吧，认吧，我认了。那我就不认咋整？我让他给我走保险，就是你大事故小事故人都给你画叉，对，是不是？我寻思我那个还太贵了，啊，现在车太贵了，这我这车现在涨价了，涨太多了。那我这车现在往出卖，不光说不赔钱，挣钱呢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我这挣了，我这个挣不少啊。现在丰田和凌志都涨价。这老凌志这玩意儿，就是我前两天我上那四 S 店，他说你要卖你吱声，他们都要收，他不够卖，就是新车，这不出X600 吗？嗯，那个老毛这块不还得等个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就过来了吗？他说这款呢，最后一代 V8 5.7嘛，老毛这块认这个3.5那个 TT 那个，他说那我买德国多好，不买他干，可他妈认这玩意儿了。对，嗯，那天走道一个毛还问我呢。对，咱这玩意儿就应该备好。啊，对，姐夫，咱这场地啥的这边够吗？也不够使吧？也够，也不够使是吧？那你这到时候还得研究地方啊。那你研究呗，你咋整？你慢慢扩呗。你这是打算就不挪，就搁这儿待着呗？嗯，这也挺好，其实啊。还行。来这边也得将近，就是这个位置就得将近一两年了吧？这个位置了，得有七八年了。这个位置得七八年了。那火车站那头我就记得得那啥了，那边也七八年了，那边是不是也得七八年了？看是不是，姐夫，反正玩意儿不能外人，你我看这个案子你都离不开人，你忙前忙后的，我一天真是哈。那咱这人搁哪住？就搁这里当院里住，还有别的地方住？有别的地方住啊？是老板，兄弟们，这是老板，嗯，低调，我姐夫低调，兄弟们啊，龙这车咋刮了？刮了，这不也是追尾的吗？这个追尾的多，你快忙吧，姐夫，进屋，你快忙，完一会儿又把。啊，给你了。对，完了一会儿把钥匙给你扔屋里，可忙了。这嘎达还有一个雷克萨斯，这是什么系列啊？